你今天怎么那么晚来？现在都已经9:30了。咪咪，干嘛？我去弄东西给你吃好不好？你最近都吃不下，我还以为不来了。你不要再摸我的鞋子了。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It's me, Debbie again. 今天是5月27号，然后这个礼拜是我整个州硕士生涯的最后一个礼拜。没错，今天已经就是时间过得好快，已经到 week 13了。我真的有很大的感触，然后有很多话想要说，但是我想今天应该不是一个时机，下次我专门录一集影片来跟大家讲解，就是我在这边读书的一些心路历程，然后以及现在要遇到的一些挑战之类的。这个礼拜主要还是以 Uni Vlog 呈现给大家，然后今天是星期一，还有种破音，今天是星期一。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我一整个礼拜只有去学校3天，礼拜一、礼拜二跟礼拜五。然后这个礼拜五的那一堂课，老师在上个礼拜就已经说了，就是上个礼拜是最后一堂，最后一堂。所以呢，我这个礼拜只会有礼拜一跟礼拜二有课，但是我还是会尽量记录看看我这整个礼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因为毕竟这也是学生的最后生涯了嘛。然后今天本来超级不想来上课，为了录影片，然后
也纪念一下自己花了这么多钱，然后得到这个文凭，投资这么多钱在自己身上。我觉得这在以后我回头看这个影片应该会有很多的感触，然后也会很感谢自己，应该吧，也会很感谢自己就是有来上课，毕竟我花了好多钱，干嘛翘课，都已经花那么多钱了，然后我就来了。今天应该会有蛮多人来上，就我们有 final report， 然后可以到现场交 hard copy， 所以应该会有蛮多人来。我就提早出门，结果太早了，早半个小时到。那我们等等就学校见吧，拜。礼拜一就叫外卖，我点了牛肉面，那汤是我的吗？对，你点海南鸡饭，海南鸡饭还有番茄哦，第一次看到。来到礼拜二，然后今天我要去工作，然后还有上课，但是因为这个礼拜是最后一个礼拜，所以我觉得我的作业做不完，今天我就应该不会去学校了。是不只是学校最后一个礼拜，也是我工作上会有新的伙伴，应该礼拜四吧，我就会 training 一个新人，因为我要准备。哇，咪咪，吓死我了，有一只野猫突然来蹭我，喵喵，喵。你是野猫吗？啊，你是野猫吗？咪咪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它去哪里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只猫什么意思？哎，不要太过分哦！哎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，还爬到我的车顶 ！Get out of here！ 你这是臭猫，你做什么？喂！不要太夸张哦 ！Get out of here！我不会收编你的，你给我走开 ！You， 你不要再尝试了，很危险。走开啦！你还真的在那里给我休息？Get out of here, okay? I want to go. 你不要这么危险，还在磨，湿湿的。下来，对。明明我要走了，拜拜。Hello， 我回到家了。然后现在因为中午了嘛，我就想说要煮午餐，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今天中午要吃什么。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不太会煮饭。之前我记得上次影片有提到，就是 Woolworths 的网络有打折，然后我买了蛮多水饺，就在网络上
Woolworths 的网络上买到了这个水饺。不要怀疑 ，Woolworths 也可以买到这种，它是写香港点心厂啊，猪肉水饺十颗，这个。我煮好水饺了。我刚刚包装上是写说总共有十颗的颗，但是我刚数了一下是十二颗。然后它这个水饺对于台湾来说偏小，看一下，好啦，反正就是偏小，但是它是蛮饱满，是看刚刚剪一半的啊，它的料会跑出来。馅的调味是比较偏甜一点点，但是我个人是还可以接受。Hi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It's me, Debbie again. 今天是十二月。十二月什么？今天是5月27号，然后在澳洲硕士生涯的最后一个礼拜，已经就是时间过得好快。